感兴趣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，对吧？或者炒房啊赚钱的，不是这种，还是有现实的刚需的。对，在那时候。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怎么说？这个怎么说？但是你要考，才艺，才艺是不可能的。六六八，赖的赖的，这点，这一样的，因为你去个城市，他房价便宜，但是工资也低啊，是吧？所以不会说，我不希望你们就是说搞得那么累，就工作三年再就把房子给买了，或者什么。当然，如果是你要结婚，那两个人一起找婆婆，是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Hello。好吧，你那个毕业了，哎，以后可以，我建议你做一个